大家好，我们是希望全新单关手游《情义江湖》，终于维修好了啊！好，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下它的冲板活动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先用手厨吧。现在可以看一下礼包，福利礼包。哇，第二天专送女友啊！我得到女友优奈啦！好，再来这边呢，给大家看一下手厨。手厨呢，就是予以高级小弟，还有超级礼包。那这一只就是剑齿玉三，序号的兑换胶水。等我一下啊！我们找序号给大家，序号在这里啊。为什么他们有在福利里面啊？可能他们有序号吧。It's OK，没关系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？这就是女友系统。那一样可以跟女友约会，那约会就像他这样子，然后就成功了，那应该是可以生出小孩了。我没有被回收啊，为什么你被回收？他游戏是说不删档啊。所以我需要一键领取这样子。你会帮他总结？我什么时候那么多好友了啊？好，然后这就有一个重点哦，就是所谓的出门。那出门之后呢，你会发现说怎么有那么多东西？哦，啊你啊喂，那你送我太多水晶了吧？惊死人！哦，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目前开启的系统。目前伊都是有三个系统，三个就是安尼主线的吼。所以游戏有一挂术语你要家记起来。这就是咧用来寻访的。寻访基本上就是当拄着迄个，我得当邂逅都会使啊。当然也当进行所谓的打理啊。打理就是家己整洁安尼生，得样增加你的形象值哦。这是游戏王给的其他单关手游，比较不一样的收窄哦。那怎么那个、好，那每天就是记得卸购3次，其实就是巡访，所以卸购教学哦，其实就是所谓的卸购系统哦。哎呦，哇哦，我得到荔枝了啊！所以这样就得到这个女人了，是吧？凌云的下晨曦，哇，这些血垢怎么那么好用啊？哦，星巴克，月巴克，所以月巴克要干嘛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是月巴克？哦，这些有书房啊！哇哦，我还没离开这里，我想说，我怎么一直卡在这边？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建筑专门在巡访的嘛，好复杂哦。好，那前期就继续主线。我们把一大堆术语都改名了耶，当官的术语都被他改掉了。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游戏的风格，香港风吧，有种香港现代风的感觉哦。好啦，拜拜。